13岁以下需家长陪同才可观看。它可能包含了一些镜头、句子和语言，不适合儿童。话说有一对很有钱的年轻夫妇，家里请了一堆管家、司机、女佣等。而女主人总是怀疑丈夫和年轻美貌的女佣有染，于是总是想找机会把她给撕掉。终于有一天，趁先生不在，把女佣给叫过来，说嫌她菜烧得不好，要叫她走。可是女佣说，先生总是说我煮的菜比你好。女主人顿时怒火攻心，哑口无言，只好说，没事，你下去吧。正当女佣走到门口时，回头问了一句，而且我的床上功夫也比你好。女主人顿时愤怒地拍桌子说，这也是先生说的吗？不是，女佣回答，是给面子，回贴再说。